现在不行。现在不行。作者张丽萍。吃完饭，小龙在家里走来走去，不知道做什么。小龙问妈妈，我能和你打乒乓球吗？妈妈正在洗碗。妈妈说，现在不行。小龙问爸爸，我能和你下棋吗？爸爸正在看电视。爸爸说，现在不行。小龙问姐姐，我能和你玩游戏吗？姐姐正在上网。姐姐说，现在不行。小龙只好回到自己的房间看书去了。过了一会儿，门铃响了，叮咚，叮咚。爸爸妈妈和姐姐一起说，小龙，小龙，快去开门。小龙说，现在不行。